你有什么条件？我会有什么条件呢？你的计划真的会成功吗？当然，我跟你保证，林俊贤一定会开始有所行动。可是我真的不想要伤害到信德，也不想伤害到阿口。可是阿口知道我们骗了他，他就会对我很失望的。你还管他失望不失望？ 你不要忘了当初你们怎么帮他的。他现在只是在还你。最重要的还是你的目的要达到。我们这样做真的会成功吗？当然不会。你现在开始对柳俊贤施加压力，那只是说说而已。信和根本不会答应柳俊贤，时间久。 你又不采取下一步行动，对他们来说，根本就只是小朋友要糖吃而已。你的意思是要我真的把手上的股权卖掉？不行，这是我父亲留给我的，也是他打拼一辈子的心血。况且，我对公司也有感情，我绝对不可能把手上的股权卖掉。 我的好副总，你怎么这么可爱嘞？什么事情干嘛那么认真？嗯，我们可以玩假的。玩假的？市长，小姐已经到了。哦。总招。哎。 莹莹啊 ，uncle， 哎，你说有话要跟我说，哎，是什么事啊？哎，坐坐 ，uncle， 我要跟你谈的是股权的事。股权？我想要撤资，把我爸当年留给我的股份全部撤出。莹莹啊，这好端端的，你怎么突然会有这样的决定啊？我不是突然做这个决定，事实上。 我已经考虑很久了。我知道 ，uncle 一直对我很好，把我当自己人。但是当年要是没有我爸的资金注入，也不会有今天的宏伟。莹莹，你怎么会？我无法再待在信和身边了。我没有办法忍受信和喜欢别的女人。信和已经表示得很清楚。我想，我也不需要再浪费时间了。 你说信和他喜欢的那个另外那个女人，又是旅行社那个小导游吗？信和的心里根本没有我，他喜欢的是何真爱，不是我。莹莹啊，你要对自己有自信，要相信uncle，我答应你的话，一定做到。我绝对不会让那个何真爱进我们柳家。uncle。 要是我没有办法成为柳家的媳妇，信和的妻子，那么事情事后变化会很大。我希望 uncle 你为什么要拒绝跟茵茵的婚事？为大事，我想自己做决。娶茵茵有什么不好的？有什么不对呢？茵茵没有不好啊，可是感情是不能勉强的。我从小到大都当茵茵是妹妹，我们从来都没有男女之间的感情。爸，这是我跟她的事，我们自己来处理。不用了，我已经决定了，也非娶茵茵不可。为什么？ 为什么我们最近在讨论我跟茵茵的婚事？公司还有大堆事情还没处理。人家茵茵她喜欢你，她怕失去你吧？再说这感情的事可以培养的嘛。可是这样对茵茵不公平。哎，既然你知道不公平，那你就更加应该娶茵茵。
感情不是联名，也不能强求的。好了好了，不用跟我争辩了。总之，你非娶云英不可。我不想把自己的婚姻当儿戏。说的还真好听啊。我知道啊，你就是被那个旅行社的小导游给迷惑了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，他是在你面前装可怜，来博取你的同情。哼，你跟我听清楚啊，如果是那个小导游叫什么何真爱的啊，那是不可能的，我不会答应的。哼，只要我活得一天，英英就是我们柳家的媳妇儿。好了好了，你们俩都别再说了。俊贤，你的身体要紧，这件事情改天再说嘛。没事没事，我今天是一定要跟他把话给说清楚。可是你的病。所以爸，我先回房。俊贤，没事。小子从小挨着我顶嘴，挨我唱反调。我知道他在埋怨我，埋怨我不准他见他妈妈。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。我自己很明白，这是不可能过去的。但是我要他知道，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好。酒我肚子饿扁了啦，闻到这个香味啊，对我来说根本就是一种酷刑。爸，你再忍一下嘛，马上就会有好吃的饼干给你吃。这句话我都会背了，两个小时以前听到现在。看来阿公是不想吃哦。我要吃，我要吃啊。何真娜呀，我到现在才发现，原来你一点料理天分都没有啊。那你不要吃啊，哼。算了，我看我还是买点好吃的给大家吃好了。好吃。喂，老板娘，怎么啦？好，我马上到。我出去一下。哎，去哪里啊？哎，那个，啊！哎呀，阿公，我跟你说，很烫啊！哎呀，很麻！哎，小心！来，赶快把药吃一吃。不得已才会打电话给你的。不要这么说嘛，你愿意打给我就代表你信任我啊。经过这段日子的相处，你就像我母亲一样，你让我重新感受到仿佛来自母亲的温暖。哎，我的日子恐怕已经不多了。让我送你去医院好不好？不要，我就是不想死在冰冷的医院里，才会打电话给你。可是你一个人在这里，没有人照顾的话，真的是很危险的呀。有什么危险？有杏和陪着我，在我离开以前，能够看到自己长大的儿子。就算只是照片而已，我这一生都已经没有任何遗憾了。这一切都是你成全了我，我好想报答你，可是我没有时间了。不要这么说嘛，只要你多点休息，按时吃药，也不一定会好的呀。是啊。
累哦。打你的电话，你为什么不接？长这么大，做事情还是这样莽莽撞撞。哎，这是我平常训诫你的话，你怎么丢到他身上去了？我都已经倒背如流啊，这个时候用在这边最恰当的是吧？对不起各位，让你们担心了。因为老板娘她……老板娘，她是不是身体又不舒服了？有没有去看医生？他病得轻不轻啊？他需不需要……好了好了，小爱，哥现在心里已经够烦了，你就让我静一下好不好？我只是关心一下啊，有什么事情说出来，大家可以一起商量嘛。老板娘的日子已经不多了，而我这一次接到的 case 委托人就是你们总经理刘星河啊，老板娘就是他亲生母亲。好美，我记得以前天空很蓝，可是今天怎么灰蒙蒙的？我好想幸福。守晨，妈，你不要再丢下我了。妈，我好想你，我很爱你。啊，你不要不认我，我有很多话要跟你说的。我从来没有放弃，我一直在找你。我每天都在期待你回到我身边。我只要你告诉我，你还是很想我，你还是很爱我，没有忘过我，妈。我心头的一块肉，哪怕是你在世界的另外一端，我都不可能会忘记你的。你是我唯一的儿子，不可能，不可能会忘记你的。妈，妈，妈。
妈。我爸跟我妈在我小时候已经离婚了，从此以后呢，我都没见过他。陪在我身边，除了这个卡通表，只有一张破碎的照片。我等了他很久，很久。可是，在我一次又一次的希望，找到了只有一次又一次的绝望。小时候，我面对大海，呼喊妈妈，写了一个小纸条，我会回来，放在一个瓶子里，然后把它丢进海里。我是希望能告诉妈妈，我一定会回来找她的。现在，我终于找到妈妈，可是老天爷为什么不给我多一点时间？我找他20年了，我一直想听他说，还是爱我的。我也想要他知道，我多么爱他，多么想他。他知道吗？你放心的，他一定会知道。你的希望是找到妈妈，我的希望是妈妈回来找我。见到你妈妈最后一面，不像我，明知道她不会回来了，我还把这希望寄托在美人鱼的童话故事里，欺骗自己。10年来，原来我的希望都握在你手上，也才寄托。大海有听到你的呼喊，你的愿望也实现了，我们的相遇20年前已经注定了。是你妈妈把我带到你身边，给你最好的礼物。答应我，让我守护你一辈子。妈，未来我的爱已经有人在等待了，他的名字已经写满在我的心里，我这一生只想牵他的手，看他的眼睛。又在想你妈了。我找到妈妈了，
我真的很想跟他度过下半生，想得到妈妈的疼，有妈妈的爱的日子。可是现在来不及了，他又离开我，我再也见不到他了。怎么，他不认你？他的癌症末期，我见到他是最后一面了。为什么你要让他离开我身边？为什么不让我们见面？都是你，都是你，让我那么孤独，让我过没有妈妈疼的日子。爸，这是你来，我不知道怎么爱你，也不知道怎么接受生命。我的心总有打不开的那一块。20年了，你知道我的痛苦吗，爸？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可是现在我说什么已经没有用。我以为我为你所做的都是为了你好，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却给你带来那么大的伤害。幸好，对不起，真的，爸爸对不起你。